家去位于大埔嘅小白路，好耐之前咧都已经嚟过呢个地方唔止一次噶啦。咁今次点解会再嚟呢？因为小白路喺上一年嘅十月份咧开始做呢个优化工程，咁而家装修之后咧喺网上睇嗰啲相系靓咗好多嘅，所以今日就嚟一嚟。不过好可惜又落雨。记得预先喺网上订位拣 garden。条片的简介会有网上订位的连结的。咁小白路出面咧都有个泊车的地方嘅，咁就免费泊车先到先得。哇，睇下几靓，好靓啊！小白路今日全日都天阴阴，不过就唔晒咯。希望转头唔好落大雨啦，因为狗仔只可以坐喺室外位置。咁如果要 book 小白路咧，建议两个礼拜前好 book 啦，因为都系好 full booking 嘅。望住个湖景好靓啊！不过我哋唔系坐呢度。咁狗仔有个 pet zone 嘅，原本咧呢边先系 pet zone 嚟嘅，不过因为今日落大雨啊，所以佢就俾咗呢边有顶嘅室外位置俾我哋，发达啦！可以望住咁靓嘅湖景食饭。可唔可以叫呢个 menu 嘅？因为呢度唯一一个比较大嘅问题，夏天夜晚出街食嘅，特别呢啲比较偏远嘅地方咧，小白路呢度就会比较大，比较多蚊，而且大大只嘅。佢成晚我喺度打网球，笑死我！唔好以为佢喺度乱咁拍，绝唔系浪得虚名啊！有一只乒乓波嘅高手，高度集中，佢已经杀咗四五只蚊啦，系咪好劲啊 ？Teddy， 爸爸系咪好劲啊？爸爸就冇享受嘅感觉。佢继续喺度杀蚊，你睇下成个室外位咧，一个人都冇，全部人 cancel 咗 booking， 连职员都唔见一个，因为太多蚊啦。我哋已经有备而嚟，喷晒呢个蚊怕水，但系咧，哇！你睇下我只脚，有啊，都咬咗几笪啊。